我们现在是在陈康妮老师家里面。康妮老师你好，你好，你哎，好，好，对，我们看到您最近又画了一些新的以敦煌为背景的这个国画，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这些都是在网上看到，因为我没有去敦煌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看到的，他们是一个组合的，我就一个一个的，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画出来，这就是今年的作品。这上面这个是什么？就是壁画，就是也敦是就煌是壁画，是就莫是壁高画，窟的吗？就是那些，对，对，就是都是壁画，这是什么颜料画的？这是就是水，国画的国颜画料。的这那些彩色，彩色，这国画的颜料啊，国画的颜料，纸是用的什么纸呢？纸，这些都是已经弄好的那些纸本灯这对，些的不是一般的那种宣纸，不是，不是宣纸了，这是不是宣这纸了，画这些国画画，上去的就应该画了不用宣纸也，它是它的性质跟宣纸是一样的，都是那说都吸收。这一边介绍一下，这边几幅画，这这边些几幅画就是这些，这个跟一样的这边也有几幅这个是敦山煌，水画，这些是有些山水齐画，白石的风格的那个花瓶，对，这些就是牡丹花，不错不错，这些都是不同的画家的风格。这就是陈少梅的风格，这是就是也是陈少梅的风格，这是就是那个，刘海粟的风格，这是刘海粟的风格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就是这样的，各个风格不同，那您这个疫情期间就在家潜心疫作情画，期间对，没有去过别的地方，也没有朋友到过我家，很高兴今天我们又见到康妮老谢师，谢，恭没喜有您关系。创作了这么多好的这个国画作品。OK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